这里是由专业好补水越水越青春补水专家水密码冠名播出的一年级大学季。在上戏70年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可能是最幸福的一年级新生，最专业的基础教学，最顶尖的表演大咖，以及最真实的行业体验。每位老师都在倾其所有贡献资源，帮助孩子们迅速成长。而最近，珊珊与一位韩国超人气偶像联合主演的电影在上海开机，她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造福自己的学生们。你好。你好，你好，你好。저는그유엔산산친구인데요等一下哦 sorry Mr. CC 来了一个韩国人然后你跟他对话一下应该是我们一会的、OK 在哪这里你跟他说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나는유엔산산친구인데요유엔산산지금그친구가다른곳에서그여기있는학생들을기다리고있거든요아저지금가야돼요네说珊珊姐在一个地方等着我们呢要我们大家集体出动现在她왔어요她怎么会韩国呀去哪呀 Let's go 其实在录一年级的同时我也在接拍了一个电影都是在上海是一个中韩合拍的电影把这帮同学带到了剧组希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韩国班底拍戏是什么样的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机会珊珊姐珊珊姐姐哇你们这几个快来站好就是我们今天下午有一场戏需要一些演员一些角色然后我们可以参与到里面具体的安排由导演来安排然后还有一个女生是跟灿烈演对手戏的哇哇特别喜欢朴灿烈可他是一个特别全方面的一位五项全能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又会演戏还会rap会玩 lunchpad 弹钢琴弹吉他打鼓所有乐器好厉害就我身边有很多同学都是朴灿烈的粉丝他们一定会羡慕嫉妒恨死我哇好荣幸天哪好吗这是第一件事儿还有第二件事情那个我们的男主角朴灿烈马上都要过生日了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剧组然后给他一起过个生日哇好棒啊你们今天下午要好好表现给我们上戏拿出精神来还在布置一个任务 CC 也要教给大家用韩语唱生日快乐、好 OK 好吧你们要学会一二三七生日祝卡哈尼达生日祝卡哈尼达对打一下还要多久现在等灿烈上来他在那边换装他来了吗马上来马上来了来陈新元高敏锐啊过来过来过来快过来正确你好亲哎你好你好哇哇塞太帅了灿烈谢谢辛苦了然后这个叫葛伟莹葛伟莹 Sissy
蔡心莲，小飞，小飞，是文祥，文祥，嗯，那个是星源，星源，嗯，轩轩，轩轩，嗯，敏，嗯，敏锐，敏锐，锐，敏锐，嗯，你，他们是我的学生，学生，嗯，啊，他们将来都会成为演员，然后今天来我们剧组探班。请多多关照。你好，他人特别亲和，很谦虚，就是见人就会鞠躬、点头、问好、微笑，还有就是特别可爱，眼睛好大，他笑起来特别好看，我是个男的也被迷到。谢谢。好，谢谢。欢迎一文，欢迎一文，谢谢。OK， 这位是一会儿你搭档的演员轩轩啊，请多多关照。当时导演就看了他们所有人的资料嘛，因为导演非常清楚他自己想要的这部分的戏是什么样子，他就拿着袁颖轩的照片，他说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她最漂亮，让她来我们剧组演戏，我就特别开心，我说可以。他说那她不会有什么差错吧？我说不会，我以我教师的身份保证，她一定不会出什么差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事情来干，然后就演一下他们这场戏中戏广告中的那些工作人员。그러면저희친구들은이제부터각자가맡은파트의실제담당자를찾아가서자세를빨리캐치해야돼요明白가자 Go, go, go. Oh, come on. 좀더멀리멀리啊，你怎么照顾？爆场啊！34场 A 一镜一次 ，Action！ 哎，对，他在拿那个动作楼。对。한날에옷을보고알려줘야겠다여기가지금그냥준촬영을준비하고있는모습을찍을거라고다알려줘자준비되면갑시다来，走起！高冷，我逗你，你也不要笑啊！哦，准备好了，34场 A 一镜一次，3、2、1，开始。Take cut， take cut。上戏的各位同学，你们可以活动范围再大一些，现在都有点太拘谨、太拘束了。还给你两本多。34场 A 一镜二次。看。再来一次。哇哦！对不起。준비하겠습니다。수고하셨습니다。我应该算是最紧张的。担心就是学生们他们表现得好不好，我非常非常紧张。OK， 什么意思？过了。哇塞！过了。哇塞！我过了。哇塞！ My God！ 我靠。可以吗？똑같이과자도먹고먹여주고맛있어하고서로행복해하고밝은표정으로要很开心的表情。笑。太累了。먹어야돼먹어야돼자이거같이 CF 찍는거이제준비할게요34의2진1수3、2、1，开始。来，走。太急了。Sorry，my phone。没有，情感交流两个问题。不应该是。对不起。对了，不是，没错。제가모르신다고좀말씀해요。他说他会喂你。不好意思。34场 A 二进二次。
装的啊，这是装的，啊，这是装的。为什么会上场？太可爱，害羞，害羞，他说他害羞。装的。三四台，二进三次，开始。먹여주고 먹여주고 먹여주고 둘이 얼굴 보고 방실방실 끝. 오케이 오케이. 34회 24회. 컷 컷 컷. 怎么了？唱得有点尴尬，特别紧张，特别尴尬，就一直笑场。因为灿烈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一个男孩，就可能看到轩轩他们又不认识，就会有一些害羞，所以会笑场。轩轩呢也是第一次吧参加这种影视的表演，所以两个人都会频繁笑场，还挺担心的。三四场要二进六次。就今天我的机会真的非常难得，也是因为第一次拍就是真的会在荧幕上播出的电影，我很害怕我的不好导致我们就是拍摄进度过慢，所以我就很希望去跟导演交流，我哪里有问题，我哪里可以做得比较好。서로몸을가까이붙이고카메라를보면서우리많이보이는거있잖아감자 CCF 의엔딩장면마지막하이라이트서로카메라를노려보면서后来就是慢慢的去适应一下，觉得还好。三四台 ，3D 三四，开始。好。OK 我觉得萱萱演的挺好的，萱萱那个女神范，袁宇轩也还是挺争气的，特别好的把那场戏完成了。在这边是剪辑过的，这就剪出来了，哇塞，哎，挺美的，也就是说他把你说出来了。其实在这次组学到的东西很多都是在理论方面是学不到的，在学校里面是学不到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在上学期间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帮助很大。在横店演戏的时候都是一直演演员，很少体验到这种在剧组工作，第一次反正蛮新颖的，让我们体会到了就是国外剧组拍摄方式和国内就是互相融会贯通这样子一种体验。加油！表演可能是最学以致用的一门学科，一方面要在课堂上夯实基础，一方面又要不断吸取行业第一线的实战经验。所以，当听说两位圈中好友即将投拍一部重量级新剧，正在全国挑选男女主角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把他们请进了上戏。